个拌面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佳。好像蟹黄面价格实在是太夸张了，800多的、300多的、200多的都有。今天就去一家人比较少的，价格也合适的，尝一下这家的米刀怎么样吧。那要一个高蟹汤面，一个高蟹拌面，多的要豆奶吧。两个豆奶。对。王晶还来这里吃过面。墨鱼蛋大概有10个左右，这个虾外面有些蛋黄，这很新鲜，肉很 Q， 甜甜的。这也很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给你盛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吃这种一整颗蟹的，没有勾过芡。蟹都不用我剥，就光用嘴巴咬咬，然后就出来了。面上也有一个完整的蟹，放了一些腌的鱼，喝一口汤，好香啊，有一点点咸，我觉得，还加了一点那种小蒜。嗯，我更喜欢吃拌面，冬天的时候来吃，不管它下雪，然后进来吃，这种热乎乎的汤面还挺不错的。吃饱啦。